好，洪仲秋的这个案子呢，全民都在关注，很多的艺人也在讨论，像是资深艺人于天，他就跳出来说，军方实在太可恶了，必须要好好的整顿一下。于天说，他当兵的时候，就是因为长官知道他是艺人，所以当时真的是故意的欺负他，限时他一分钟要换装完毕，如果没有做到，就要从二楼匍匐前进到一楼，根本就是恶整他。所以呢，他也自己爆料说，当时他有请朋友去帮他修理了一下这个长官。不过这也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另外。